程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的分析是：中超，北京国安对战天津泰达，主队北京国安，中超传统强队。但该队近几年来都是虎头蛇尾，上赛季依旧如此，且强强对抗能力欠佳，上轮输掉关键球，下滑至中超 B 组第二位。客队天津泰达典型的中超中下游球队，该队进攻尚可，但本赛季防守崩盘，九轮过后一平八负，目前暂列 B 组副班长。球队上一轮输给了重庆当代，联赛七连败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.75，体现了各方对国安的极大信心。考虑客队近期状态不佳，辣椒看好北京国安让球取胜哦。本场推荐北京国安减1.7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